秋庭坛上海男篮腾讯体育10月9日讯，上海队功勋教练李秋庭今年夏天离开新疆队重返上海队，从冠军级别的球队到一支略显平民化的球队。跟李秋庭带队的首要工作就是狠抓训练，早上9点钟上海队的训练馆就开始喧嚣起来。丁彦雨航志在逐梦 NBA 和 CBA， 却因他变了天回来总体感觉还是比较熟悉，我们整个基地没什么变化，就是人员有些变化，回来感觉很熟悉很温馨，我也回来了。面对央视的镜头，李秋庭如实说道。身为上海人的李秋庭，从1993年担任上海青年队主教练开始，他一手将上海队从乙级联赛带到 CBA 的总冠军，2014年执教青岛队，2015年开始执教新疆队，并用两年时间带领新疆队拿到队史首个 CBA 总冠军。李秋庭也成为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带领不同的两支球队拿到 CBA 总冠军的主帅。在李秋庭今年夏天回归时，上海队的球员阵容也发生了改变。迪毅、曾文鼎离开分别加盟青岛队和四川队，刘伟、罗旭东重回上海队。外援方面，斯科拉的加盟无疑是上海队今年夏天一个关键的引援。签下斯科拉之前，李秋庭曾表示要为上海队寻找年轻护框能力强的大外援，但斯科拉的护框能力并不好，而且已经38岁，那上海队为何会改变标准签下斯科拉呢？实际上我们问题很多，所以希望找非常全面的外援，又能进攻又能防守，18般武艺都会，但是这件事比较困难。既然我们找护框能力冲击能力的年轻球员没有，那我们就另外一个来弥补另外一块，可能护框能力差但穿针引线侧翼上有增强。李秋庭这样解释。为何上海队最终签下了斯科拉？上赛季斯科拉效力于山西队，虽然山西队没能打进季后赛，但斯科拉场均得到 27.7 分 13.8 个篮板 3.4 次助攻，个人表现非常出色，保持了很强的竞争力。上赛季我整体表现不错，虽然有几场不该输的比赛输掉了，但我融入得很好，虽然我们没能打进季后赛，但我在那里得到了经验，会在未来的道路上帮助我们，总的来说不错。斯科拉说。小外援方面，上海队继续使用弗雷戴特，他也是上海队近年来最为成功的一员。在过去的两个赛季里，弗雷戴特场均得分都在37加，三分命中率都在 40% 以上，他的得分能力非常出色。跟李秋庭到来后，他如何使用弗雷戴特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。我和李指导有简单的聊过，战术层面当然还要听李指导部署，他希望我是一位领导者，作为球队的核心。李指导希望新赛季我和张兆旭、斯科拉让球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弗雷戴特说，随着李秋庭的回归，球迷对上海队的期待也随之提高，但冠军的塑造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，只有打好稳固的基础，属于上海队的摩天高楼才会稳步盖起。现在又是重头了，我们现在要冲冠难度非常大，也不太现实，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我们才能达到这个目标，但这是我们俱乐部的最高目标，肯定大家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做，现在做不到，我们现在在一步步走这个过程，一步步往上走。作为我来说，我不光是要把我们这些基层的苗子选好，把这个框架做好，从我们金字塔要做到更加的完善。另外我还要培养年轻教练，毕竟我们现在教练组年纪都偏大了，我们希望有些年轻的，像张文琪啊、刘伟啊、王勇啊、包括刘鹏啊，他们这一批能够尽快上来。李秋庭说。宝马